就把团身前空翻马上做一个特尔布特270度，这也是一个0.2的加分。哦，这是0.3的加分。阿拉伯软盘马上接一个羊跳，这是个 B 加 B 加 D 的连接，也是一个0.2。人力单腿立转360度。这是个劈叉跳转360，这在平衡木上做可以获得一个0.1的加分，但是在地上做是没有了，只是一个 C 组难度。哦，下法是后去两周下，李亚这道动作完成的干净利落。在方赛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，这刘青林亲了他一下，李亚确实这小队员很可爱，而且他有很强的这个自控能力，在场上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甚至发生危险。所以我想，这里拍照的记者和观众朋友一定会遵守体操比赛的规定，不使用闪光灯拍照。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。李亚是资格赛第一的成绩进入了单项决赛。